对，嗯，嗯，一定要按时运到，越快越好。嗯，好吧。政委啊，从后方新来的民工已经赶到了。民工队指导员耿春梅，报告，进来。高政委，政委，春梅，老高啊，哎，高政委，同志们好。哎呀，几年不见都变样了啊。老高啊，这可不像你在我们村搞土改的时候了啊。现在春梅啊，是我们区的妇救会主任了。哦，真是革命锻炼人呐。这块啊，一看你这个老梁莫委员就知道干的是老本行，不用问，一定是司务长啊。鲁成刚，当年的小老虎，现在背上冲锋枪了啊。高政委，他是不认识了，我是爱华。爱华，对，你在我们村里面还教我们认过字呢。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小华。来，坐，坐，快坐。来，喝碗水。殿坤呐，啊，乡亲们都好吧？好啊啊。春梅，坐呀。哎。村里的情况怎么样啊？土地改革以后，大家伙生产之前的热情可高了，小伙子们都想到前线去。到主力去，都争着报名参军参战呢。老高啊，那可真是男女老少齐动员，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啊。好啊。老高啊，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呐。是啊。高政委，给我们分配任务吧。呵，真不愧为是耿东山的闺女啊。政委啊，你看见我爹了？看见了呀。啊，他还没回去啊，济南战役打完了他就没回去，这回，哎，这个人呐就这么股的犟脾气，他认准的事儿啊谁也犟不过他。谁不知道咱东山大伯干革命的坚决劲儿，当年打鬼子斗地主哪次都是他带头，如今这么大的淮海战役他能不参加？是啊，济南战役刚结束，他就要求继续留在前线，坚决不会后放。东山大伯人老心红，我说啊，他准能参加。刘部长，先安排乡亲们住下，然后再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好吧？春梅，哎，这次给你们派个老参谋。谁呀？啊？我爹。谢谢你，要不是你啊，我们的弹药就都完了。大叔，大叔，没事吧？你伤了没有？没事。老乡，你是哪儿的？啊？和你们一样，我也是民工。烈火中，英雄显身手，老模范勇救弹药车。哎，谁呀？谁呀？哎，别忙啊，还有呢。要问英雄名和姓，之前模范
耿东山。东山大叔，东山大叔，东山大叔，哎，是，哎，让我看，别抢，哎，给我，哎，我看，来，东山大叔，哎，东山大叔，几年不见，春梅这孩子进步的可真快呀。是啊，你领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真比亲闺女还亲呢。哪是我呀，是党领他走上革命路啊。提起春梅这孩子，真是在苦水里长大的，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哥哥。哎，东山，听说有个排长在诉苦会上讲，他的一家被地主都逼死了，到现在还有个妹妹没找到呢。哦，这会不会是这个排长在哪儿？我再打听打听。在旧社会这样事儿太多了。点坤叔啊，你说我爹怎么还不来呀？怎么想你爹了啊？这回呀，一见面我就得先轰他一炮。好啊，轰吧。哟，爹，高政委，爹，春梅，老高，殿宽，东山，殿坤。哎呀，我说老伙计啊，打了半年仗，身子骨越打越结实了啊。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是越活越年轻嘛。来来来，快歇会儿吧。哎，政委坐吧。来，我先给你提个意见。呵，之前民工按期复员，这可是上级规定啊，你为啥不复员回家呢？回家，我是离不到地头不卸牛，打扮淮海不加走啊。我说老伙计，这回蒋介石要喝上老本，在淮海战场上跟咱们拼个你死我活，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怎么能够复原呢？好，等打完了淮海，咱老哥俩一块回家。我说东山呐，政府规定18到45才能出来值钱呐，你都快50了，不服老不行啊。我说老伙计，论年纪我是比你大，可是要说是比力气，哎，对对对对对，你看看你们老哥俩真是一天不见想的慌，碰到一块就抬杠。走，看看去。哎，真不简单。呵，真热闹啊！东山大伯，东山大伯，爱华，大伯，程刚，小英，哎，大叔，家里都好吗？都好，大叔，你坐。大伯，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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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坐。高政委，老高。大家休息的怎么样？休好啊。老周啊，啊，工作都安排好了吧？安排好了，春梅同志负责运输队，我负责担架队。好啊。同志们，这回给大家派个老参谋，欢迎不欢迎啊？欢迎。同志们，黄伯韬兵团被我军分割包围在碾庄以后，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命令徐州的敌人以5个军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徐州疯狂地向东进犯，妄想解救黄伯韬，突出重围。我们几个纵队正在这一带进行英勇的阻击，
不让敌人的援兵向碾庄靠拢。你们的任务就是支援这一场阻击战。小将，命令一排到右翼阵地消灭敌人坦克。是。机枪掩护，第一包部组上。刘辉，有。到左翼阵地压住敌人伞兵。是。第二包部组上。机枪。连长，我们的子弹不多了。爹，走吧。团长，团长。哎，团长吗？是我。一连连长雷鸣报告，一连连长雷鸣报告，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九次冲锋。好，敌人狗急跳墙，妄图靠近碾庄，你们能不能坚守阵地？这是保证兄弟部队全歼黄伯韬兵团的关键。我们保证不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上通过。好，团长，我们的子弹。长江，连长。长江，长江，长江。雷鸣，雷鸣，雷鸣。立刻派人送上去。团长，精锐排外出执行任务还没回来，这么多弹药。团长，让我们送上去吧。不行，危险。马上把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组织起来，跑步前进，以最快的速度把弹药送到一连阵地。是。洪团长，时间要紧呐，你的心意我们大伙明白，可是前线没有子弹，解放军同志不是更危险吗？为咱们穷人打天下，我们什么也不怕。对，我们什么也不怕。团长，团长，团长，好，一定要注意安全。是，出发。连长，一三排情况都很好。二排长负了重伤，副排长牺牲了。来不及请示，我就建议四班长代理排长指挥战斗。你看，连长，敌人。准备战斗。通知各排，注意节约子弹。没有命令，不准射击。是。前进，站住，站住，卧倒，快趴下。
团长，我们已经接近共军阵地前沿，因为没有遇到火力阻击，弟兄们都不敢前进了。哦，共军现在是远离后方，进行大兵团作战，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舅舅，您是说共军没有子弹了？团长，民夫，民夫！张连生，命令炮兵封锁，无论如何不能让民夫过去。是。趁他们现在的弹药不多，你赶快带领弟兄们冲上去。是。敌人封锁，冲上去！好，同志们，一切为了前线，前进！拉开距离，跟我来！乡亲们来了，可让敌人饱饱的会了一顿餐呢！啊，少说呀，也得半天才能缓过气儿来。刘班长、排长呢？在那儿。哎，小江，什么事儿啊？连部命令，一排留在前面监视敌人，抓紧时间整修工事。二三排撤到后边休息。好。小袁到。小袁，你去告诉我爹，一部分同志帮着修整工事，剩下的人到后边整理弹药，照顾伤员。是。呵，爱华，还真有两下子。我还寻思，你们这些识字班的就会扭秧歌。怎么，刚才你两个月，你就神气起来了？忘了，在咱们村里，黎明打靶那会儿，他打不中。还哭鼻子呢。大华，你哥这可真是谢底儿怕老乡啊。那你呢？我们解放区的妇女什么都能干。咱们呀什么都能干。你不信咱们比比比比比比怎么样？比比。呼，好家伙，真厉害呀。
给。哎，听说东山大叔早就是有名的民兵英雄了。那可不，抗日那会儿，光他缴的枪啊，就足够装备一个连的。哦。哎，同志们，让东山大叔给咱们讲讲他打鬼子的事儿，好不好啊？好，东山大叔，大叔，大叔，讲讲吧，讲讲，给咱们讲讲。雷连长，别听他们瞎叨叨。哎，山东李庄潍县张店，这是旧社会要贩用的打狗棍儿。我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全部家产，就这一根打狗棍儿，在旧社会，咱们穷人哪一家没有几根要饭用的打狗棍儿？哪一根棍子上没有咱们穷人的血和泪呀？从今往后再也用不着逃荒要饭了。可是咱们不能因为今天翻身解放了就忘了过去的苦啊。对，就是为了这个我才天天带着他。大叔，这上刻这么多地名干什么？留给子孙后代，让他们永远记住过去的阶级苦和今天毛主席领着咱们走过的革命路啊。大叔，是每个受苦人都有一本血泪账。同志们，乡亲们不但给我们送来了弹药，还给我们上了一堂阶级教育课。我们一定要打好阻击战，保证兄弟部队全歼黄木套兵团，用实际行动来回答乡亲们给我们的支援。军乐要义，徐州解放。哎呀，徐州解放来了，真带劲呐。哎，走到那边看看去，走看看去。黄木头兵团被歼灭之后，紧接着我们就解放了徐州。现在敌人正向西南方向逃窜，我们部队每天正以100多里的速度日夜追击。目前形势发展很快，我们一定要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放心吧，刘股长，我们马上就出发。对，说啥也不能叫同志们饿着肚子打仗。好吧，兵站也要马上转移，其他的运粮队还没有赶到，我留下等等他们，你们马上出发。好。还有高政委让我告诉你们，路上很可能遇到不少的困难，一定要注意安全。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我们保证把这几十车军粮一粒不少送到前方。上街线，
宋军粮，为宋军粮，民自刀。跟着大部队目标太大，带领弟兄们抄小路。你给我放下！你给我放下！去你的！舅舅，村外大道上发现有共军。哦，赶快解开弟兄们，带上粮食马上撤。怎么？这里不能久留，天亮以前一定要赶到刘家集。小龙，你去摸摸情况，我在刘家集等你。赶快进村救火！嗯，快，同志们，跑步前进！赶快救火！快！东山，天黑了，走，包好房子去。殿坤，这一带是新区，民主政府还没建立，有些群众可能对咱们还不够了解，我看就别麻烦乡亲们了，咱们一定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话是这么说呀，可咱们是毛主席领导的老解放区的民工啊，那大伙也得有个歇脚的地方吧。殿坤叔，咱们要自觉执行党的政策，用实际行动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啊。哎呀，那村外有片小松林，我看就在那儿歇一会儿吧。好，殿坤叔，告诉大家休息一下，好连夜赶路啊。哎，好吧。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呀，爷爷呀，大嫂，到那边歇歇吧。爷爷，爷爷，大嫂，别难过了。爷爷叫张安军打死了。我老家在江南，因为还不起阎王账，丈夫被关进了水牢，财主抢走了我家的渔船。
把我们全家赶了出来。走无路，逃荒到了这儿找亲戚，婆婆饿死在半路上，没想到今天公公又要不是你们小金红从火里救出来，我就没法再活下去。妈妈，你们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大嫂，是共产党毛主席把咱们从火坑里救出来的。天下穷人是一家，咱们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呀。我小的时候也是被人从火里救出来的。听我爹说，我五岁的那年，狗地主郑自成到我家去逼债，打死了我的亲爹娘。后来我哥哥就去找地主报仇，爷爷和奶奶又害死我爹娘，我非嫁了他不可。孩子，不行啊，你还小啊。大叔，那我不能走啊，家里还有个五岁小妹妹呀。不要紧，交给大叔了。我妹妹叫雪莲。好。大叔，那你……孩子，你放心，快跑吧。嗯。我长这么大，至今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是我爹一路上要着饭把我抱回了山东，在苦水里把我养大成人。后来教我打鬼子斗地主，介绍我入了党。
我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了革命战士，跟着党走上了闹翻身求解放的道路。乡亲们，咱们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咱们穷人在旧社会被逼得家败人亡，为什么咱们这些庄稼人世世代代流血流汗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就是因为地主老财手里有权，有遭殃军，有蒋介石给他们撑腰啊。乡亲们，是大救星毛主席领导解放区的人民翻了身，当家做了主。现在你们这儿也解放了，可是不要忘了，国民党反动派还没有最后打垮，蒋介石还在天天杀人，杨管区的乡亲们还在受苦受难。乡亲们，咱们要跟着毛主席努力支援前线，帮助咱们的子弟兵多打胜仗，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的受苦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点粮食留给你们，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再见了，乡亲们。妈妈，永明，咱们的部队在哪儿啊？正在追击敌人呢。大叔，是吧？你们好啊。这是高政委叫我顺便捎给你的烟叶，没事。还叫我告诉你们，部队前进速度很快，粮食一定要提前运上去。嗯。前边大桥被敌机炸断了，正在抢修，过不去。听老乡说，只有走西边刘家集。再见了，刘家集。别冒失，
哎，留点神。嗯，是啊，是。站住！上哪儿去？我砍柴去。哼，是给共军通风报信的吧？总，家里没招的了。回去。你排长，放他过去算了。你活够了你、啊！把他押回祠堂去。我真是砍柴去、啊。混蛋！回去你不能你不能！哎呦！他娘的！我叫你砍柴！你动！你把手举起来！这你。老乡，啊，你叫什么名字？我从小没大号，大伙儿都叫我张老四。你们是？我们也是庄稼人，为了天下穷人翻身解放，到前线支援解放军打老蒋。打老蒋，大叔，我就是去找解放军的。今天早上天刚亮的时候，这伙遭殃军闯到村子里边来了，把全村老百姓都关在祠堂后院里边了，整整一天了。你们是哪部分的？说。报告。哪部分都有，哪部分不是？哦，打济南的时候，我就解放了。想回家，可半路上又让他给抓回来了。董明义，有。好，要老老实实把情况都说出来。是，我都说。祠堂在哪儿？在那边。大叔，我带你去。走。哎，指导员，指导员，前面有情况。停止前进，一般警戒，大家原地待命。怎么回事？刘家集发现敌人散兵，东山大白让我回来报告，粮车不要过桥，先把队伍带上去。情况都摸清楚了吗？摸清楚了，46个敌人，32条枪。我爹呢？哎，这跑到哪儿算一站呢？真他妈的倒霉！咱们呢，是活着没人管，死了没人埋呀。妈的，就是瞎嘀咕什么？哎，连长，我们都2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这，你们他妈吃饱了。弟兄们，眼下大伙就是要勒紧裤带，天一黑咱们就走，到时候论功行赏，人人有份儿。哼啊，赏人人有份儿，得了，赏也没咱们哥们的份儿。就说来这一套，说的比唱的都好听。连生，干嘛？哼！团长，这帮小子要反呢，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别慌。等天一黑，咱们就甩掉他们，单独走。哼，黄伯韬10几万人马都不顶用，带着这群废物反而坏事。哼，连生，只要你跟我过了长江，我保你高官任坐，骏马任骑。
舅舅，咱们的哨叫人给摸了啊！共军进村了？不是，是民夫。哦，你还记得十七年前杀死老太爷的那个长工吗？啊，耿东山，摸哨的就是他。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呀！嗯，他们有多少人？足有一百多人。哦，还有几十车粮食，全都在河那边呢。嗯，太好了，粮食啊！他们有共军护送没有？没看清楚。嗯，现在共军是急需要粮食啊。嗯，林生，你带领弟兄们冲出村去，占领桥头，把粮食全部抢光。是。老四，啊，你去接应一下队伍，把祠堂包围起来。德龙，赶快给我弄套便衣来。等张连生出村以后，咱们马上离开这儿。哦，你是说把他们全都交给共军，咱们来个金蝉脱壳？嗯，跟上。大家听着，村外来了一伙运粮的，啊，不想挨饿的。是，跟我来。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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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站住，把枪放下。我们的政策是交枪不杀，警告你们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了。交枪不杀，交枪不杀，交枪不杀，不许动，举起手来！举起手来！站住！把手举起来！不许动！快点！把手举起来！举起手来！快走啊！乡亲们，快！快！走！邓子成，你抬起头看看，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十七年前你要烧死的小雪莲。道员，陈刚，你马上带人把俘虏押到后方去。这，是。同志们，准备出发。老四，哎，我们要走了。啊，这是一个解放军同志送给我的，留给你做个纪念吧。要记住，好好跟毛主席干革命。嗯，大叔，我一定记住你的话。好。老四，这是什么队伍？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同志们，同志们，乡亲们饿着肚子，把几十车军粮一律不少地运到了前方。他们这种精神，值得咱们部队的同志很好的学习啊！来来来，是啊，各个地区的几百万民工投入了淮海战场，平均三四个民工支援一个战士作战，人民群众真是子弟兵的坚强后盾呐、啊！打胜仗还得靠咱们解放军呐、啊！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咱们的军队就无敌于天下。老高啊，听说中原老大哥部队又打了个大胜仗，咱这边为啥不也来个一锅端呢？来来坐。殿坤，全国的战场就好比一个大棋盘，先吃车还是先吃炮，毛主席早就给咱们安排好了。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导员，哎，陈刚，出事了。我没有完成任务，半路上遇上敌机轰炸，郑子成他跑了。啊？什么？哎，当时就给。陈刚，他躲过初一，跑不了十五。总有一天，要受到人民的惩罚。你们是哪个省的？江苏、湖南、安徽。
小俊侯，嚯，长高了。大叔，真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面了。哎，老四啊，你们这是？哎，大叔，现在我有大号了，叫张新民。哦，张新民。嗯，好啊。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刘家集组织了担架队来支贤了。我们村也组织起担架队了。大叔，春梅呢？开会去了。张新民集合喽。哎，我就来。咱们也该走了。大叔，我该走了。大叔，告诉春梅，我们呢还要下江南呢。俊宏，走吧，走。好样的，东山大叔。永明。爹，没听说咱们往北还是往南呢？听高政委说，老区民工全都复员。那你没？嗨，爹，看你急的。告诉你吧，高政委说。要留下一批骨干和一部分沿海地区的渔民，组成水手连，随大军南下。水手连，水手连。之前委员会紧急通知，要咱们抓紧时间评工，深入学习新年献词，就地休整待命。咱们马上开个支委会，研究一下。东山，你看这事儿可咋办呢？听别的队讲啊，这回民工复员呢、啊、都坐火车走啊，上边已经通知他们统计人数了。你看，我也造了个花名册，可春梅和永明都没在家。你看我是不是先把他给报上去？等等，你接到兵站通知了吗？没有啊。也许啊，他们事儿多，把他们给忘了。你反正早晚也脱不了，省得误事儿。你先别急，兵站没通知咱们走，说不定啊是在研究咱们参加水手连的事儿。一会儿等春梅和永明他们开完会回来再说。可我是司务长啊，上级没通知让咱们留，那就是让咱们走，这不是明摆着吗？这几十辆小车从胶东一直拱到淮海，一口气儿干了好几个月了，领导上啊肯定会照顾咱们的。再说那是领导对咱们的关心。殿坤，咱们从小生在海边，长在船上，眼下革命正需要船工，怎么能够在这个节骨眼上复员呢？你这个人呐，管哪儿都好，就是爱认死理儿。等等，之前民工成千上万，会使船的多得很嘛。哼，少了咱，解放军就过不了长江了。我是老伙计，我敢说，领导上啊肯定不会让咱们再往南走了。可你不要忘了，咱们是老区来的民工，淮海战役刚刚打完，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回家呢？你呀，哎，我又怎么了？我也不是不愿意之前，咱们的任务不是都完成了吗？嗨，你放心，只要领导上让咱们下江南，我保证服从。您先别急，还是等春梅和永明他们回来再说。哎呀，等啥呀？我是老伙计，你呀就等着坐火车吧。啊，乡亲们，乡亲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之前委员会已经批准咱们参加水手连了。哎呀，大家回去讨论一下。好，好，走吧，行。
走。东山大叔，东山大叔，高政委说你早已经超过了职权年龄，殿坤家里有病人，决定你们俩和一部分民工复员回家。哦，人民解放军将要向长江以南进军，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你又一宿没睡，睡不着啊。爹，你出来好久了，应该回去了。孩子，你怎么也劝我回去呢？江南还有多少受苦人没有解放？还有多少个郑子成没有被消灭？孩子，咱们要不把大大小小的毒蛇都铲除干净，还得拖着大口棍去逃荒要饭。我是个老党员，怎么能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向后转呢？爹，那你……孩子，咱们还得推起小车跟着解放军接着往前走啊。把这个交给高政委，
我送去。爹，我送去。好。怎么样，向后方医院转移的伤员都走了吧？已经出发了。嗯。政委。嗯。有几个伤员老闹着要回队呢。哦，走，看看去。哎。这里是长江北岸咱们渡江突击队的出发地点。这儿是长江南岸敌人配有大量火炮的江防工事。你们说这个仗应该怎么打？哎呀，这可是个难题啊。政委，陆地上打仗东跑西颠全凭两条腿，这横渡长江得靠船呢。可咱部队里会使船的人不多呀，到时候这不用发愁，会使船的乡亲们多着呢，到时候咱们学嘛。是啊，百万大军过长江，人民就是渡江船呢。对，说的对呀。首长，首长好。政委看你们来了。你好。首长好。你好。首长好。啊，哎，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事儿。哎，听说你着急要出院。政委，我好好养伤，要不医生可要批评你了。那啊。你是哪个团的？首长，我是28团的。哦，首长您坐。好，坐。好好，大伙儿坐。怎么着急要过江了啊？哎，大伙儿坐呀。哎，坐。你也是28团的？政委，他是28团的雷连长。嗯，我说看的有点面熟嘛，叫什么名字？首长，我叫雷鸣。雷鸣？对。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济南战役的英雄嘛。啊，英雄，这是我们连长。哦，哎，你就是济南战役总攻之前在一次誓师会上诉苦的那个排长吧？是我，首长。您17年前是一位长工大叔把你从虎口里救出来的。对呀，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大叔啊。你是不是还有个小妹妹？是啊，她叫雪莲。首长您，哎呀，你走。哎妈，这回要回去了啊。对吧？哎，你们都来信了啊。行吧，行吧。现在怎么样了？没好。殿坤到家先找人给他大婶看病。哎，那给他婶带去。这是什么？白糖。到家以后就给我来信啊。哎，那你东山。高政委。雷连长。哎，老高，春梅找到你了。东山呢？你听我说。不，你还是先听我说。你看看他是谁。雷连长嘛，这我还能不认识？东山。首长，这你还记得我跟你提到过的那个排长吗？老高，你是说他就是17年前你从郑子成家救出来的那个孩子？你真是大叔，我可找到你了。孩子，没想到咱爷俩在这淮海战场上。大叔，春梅，春梅，雪莲，雪莲，爹。孩子，你看，
雪莲。同志们，同志们，万恶的旧社会逼得他们兄妹失散了17年呢。今天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他们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在推翻蒋家王朝的战斗中，又是他们兄妹走到一起来了。可是江南还有多少和他们兄妹一样的受苦人，至今还不能够和自己的亲人团聚呀、啊、老高，现在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打不倒老蒋，我绝不下战场。政委，让我爹去吧。首长，让我们并肩战斗，一块儿打过长江去。东山，东山，我老高，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吧。高政委，把我的名字也写上。还有我，还有我，我高政委，高政委，高政委，高政委。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打过长江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老高，你看，参座，指挥部命令严密封锁江面，防止共军偷袭。这么说，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那是缓兵之计。只要我们能够守住这半壁河山，哼！可是我们在徐海输得太惨了。这儿不是徐海，自古长江是天险。共产党既没有飞机，又没有军舰，只凭几只木船想突破长江防线，哼怎么了？啊！自从部队到了江边，起床、开饭、集合、练兵都不让吹号，都快把我憋死了。小伙子，别着急，到时候叫你吹个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已经要求上级把我编到你们突击队的水手连了。好啊，咱们一块儿打过长江，端蒋介石的老窝去。同志们，蒋介石撕下了假面具，悍然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决心与人民为敌。为了严惩顽固到底的反动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我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要向兄弟部队学习，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小鬼，今天晚上你就使劲的吹，不过可不许把号筒子给我吹炸了。是。哦，张新民。哦，小俊红。老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是我呀，首长。是，渡江突击队和船工队都做好了战斗准备。是，指挥船上的舵手是耿东山同志。对，就是他呀。什么什么什么？哦，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晚上在总部等候我们胜利的捷报。毛主席，毛主席，同志们，毛主席和咱们在一起，别说长江，就是刀山火海也挡不住咱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用胜利来回答毛主席对咱们的希望。首长，你听，这就是渡江突击队和船工队同志们的决心。打过去，解放全国。打过去，解放军火！打过去，解放军火！打过去，解放军火！韩总，看来形势不妙啊，您要早想万全之策呀。不要慌张，共军几只木船想突破我长江天险，可是现在共军已经跟共军打交道，我是有经验的。是是，比如您上次从共军那儿脱险归来。报告，共军已经突破我军防线啊！加强炮火，给我顶住，给我顶住！Thank you.
小香，命令部队登陆。是，上。消灭敌人火力点。我是老伙计，南京解放了，郑子成也让咱们给打死了。你说的对呀，咱们还得推起小车，跟着解放军接着往前走啊。老伙计，咱们要努力支援革命战争，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前进。